在那个体温的恒定的部分呢，看266页这边。体温的恒定呢，主要的调节中枢是在下视丘，所以再提一次，下视丘管三大事情的恒定啊，那个渗透压，对不对？然后体温，然后再来是氧分啊，就是那个二缺跟跑缺，然后的调节的中枢。那体温恒定这个部分呢，下视丘这个地方在脑的这个位置啊，要先谈一个体温的问题。我们身体的体温，因为都量过体温，有额温、耳温，对不对？然后腋温、肝温等等啊。然后一般来说，如果要量到比较真正的体温的话，应该要去量那个核心的体温。OK。核心的体温，像你量额头这边的体温，就是属于叫做周围。周围体温。所以一般如果你量额温、耳温，量到的体温可能会有一点偏低，口温会比较好一点，肝温很准，这样子，那其他地方就会增量了。所以大概这个是那个我们身体所谓的体温的部分的话，有核心体温跟周围体温啊，所以我们躯干内的体温那个还是比较真正啊，那个身体的温度状况。那脑部这边的话，大概只有这个区域是属于核心体温，所以量口温的话会有一点偏低啊。那耳朵这边也是一样会误差，耳温当然就更不用讲了啊。然后所以。以下视丘所在的位置的话呢，它可以感受到那个核心体温。好，所以现在呢，如果体温有偏高，你看那个图，如果现在体温有偏高的迹象的话呢，这时候，对下视丘来说的话，因为调节，所以呢要有所依据啊。他感受到体温偏高，所以现在呢应该要想办法降低温度。那要降低温度的话，第一个可以去那个
皮肤表面的微血管网的充血啊，让更多的血液呢，把我们身体内部的热啊带到这个表面来。那你要用辐射散热的方式，还是要透过排汗啊，这一口气排出比较多的热。那事实上这边还有一些小技巧啊，比如说，既然排汗可以带走热，那排尿可不可以带走热？当然也可以啊，但是以常态性来说的话啊，排汗啊，如果你发现身体表皮肤表面比较黏的话，那个因为有时候汗呢，你要到快速排汗才会累积那个汗珠啊。那事实上，这个很多少量分泌的汗液到皮肤表面的时候，很快就因为水分蒸发啊，所以你不会觉得它聚成一颗一颗的水珠啊。除非你现在是在那个大汗流汗的时候啊，所以这样呢，把体温调回到那个稳定的，差不多是37+-0.5左右。以比较合适的体温范围的话呢，就是平均温度大概是36.5-37.5这个范围是比较理想的啊。所以如果现在呢是体温开始明显偏低，那偏低的话呢，就要去想办法启动产热啊，或者是如果没有办法产热，啊，不然保温。保暖的啊，你看，保暖。所以保暖有什么样的策略呢？你现在就对照267页那个皮肤的剖面的地方，看那个表面，我们皮肤的表面是表皮，然后表皮的细胞呢，它会分泌角质蛋白，所以你看那个表皮细胞在更外面那个地方有一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那个层次，那个就是角质蛋白。那角质蛋白会堆积，然后它也会剥落，然后表皮细胞呢是一些扁平状，然后排列很致密的这个皮膜组织，因为它要保护嘛。好，接下来表皮的下面是真皮，所以汗腺的基部就在那个真皮这个地方。那你看真皮有不少东西，包括毛囊有没有？就在这个地方，包括皮脂腺也在这个地方。再加上这边呢，有很多的神经末梢，因为我们皮肤有几个重要的基本感觉，就是触、压、冷、热、痛啊，这些受气几乎都在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些比较深，有一些比较浅，比如说那个你随便用一个东西轻轻的碰触皮肤，你就会感受到。OK 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对触觉或压觉比较敏感。那痛觉呢？痛觉基本上就会稍微比较迟钝一点。痛觉如果太灵敏的话，你应该会很痛苦啊，就是随便别人这样轻轻碰你一下，你就觉得痛的话，这样不行啊。所以痛觉的话要有一点点迟钝，这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接下来在真皮的下面呢，就是所谓的皮下组织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看那个脂肪组织，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这种皮下脂肪、皮下脂肪啊。那脂肪的话，应该还记得脂肪是结缔组织，对不对？所以皮肤下的这个脂肪组织的话，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暖啊。所以如果要保暖的话呢，皮下脂肪可以。那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身上的构造可以保暖？不知道吗？毛发，虽然笑。
有哪天起床的时候，突然间那个一个念头闪过，可能就会发生。OK， 所以皮下脂肪有助于保暖，毛发有助于保暖。偏偏不幸的是，我们跟那个兄弟啊，就有很大的落差。那个兄弟基本上毛发很浓密，啊，我们毛发就比较稀疏，所以那个保暖的效果就比较不好。但是就是一般你看那个很多动物啊，那个毛发比较浓密的有没有？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好了，因为超痛恨这件事情的，是那个狗啊，有没有？那很多那个北方品种的那种狗，那个毛很长的那种，有没有？像那牧羊犬那种。因为我一个朋友就养了一只那种超大型牧羊犬，这么大只那种，那头很大，这么大颗粒，然后站起来比我还高的那个。对，每次去拜访那个朋友的时候，那只要夏天哦，你光看到躺在那个趴在地上，然后一副被那个炎热的气温这样子吓到，整个快要虚脱，然后呢，那个嘴巴这样瘫在那个地上，然后微微张开，然后这个地方就这样一直狂流。然后那个地上呢，就是密密麻麻的，就是你只要随便拿，就是脚这样稍微拨一下，通通都是毛，哦，烂得我最痛恨的两个大忌，就是动物不可以掉毛，二不可以流口水。我养过鱼啊，可是因为养鱼很贵啊，因为养淡水鱼我又没兴趣，我只想要养海水鱼，啊，养海水鱼又觉得破坏那个珊瑚礁生态系。然后又很贵，每次养一次就要几万块，然后每次失败，每次失败，我放弃了。老师养老鼠。啊，不要。啊，确定？确定。确定。我唯一可以接受的老鼠是我曾经在山上看过的那只超可爱的老鼠，就是身体只有这么长，尾巴这么长。哦。就是拿一条线，然后有一颗球的样子。超好听的。天龙，就那一球而已，这样子，然后用那个水果，那个凤梨，它比较能没办法承受得住那个很香的那个水果味，用这个梨柚出来，在中海拔。好，已经很久没看到了，好，但很干净啊，很干净啊。不知道养不养得起来。好，所以这个是构造面来说可以保温，对不对？保暖的。那所以如果要产热的话呢，产热的方法，如果没办法产热，那就是节流。所以接下来策略一跟上面这个来比对的话，你可以减少皮肤的血流量。话说那个，你要让微血管充血或减少血流量，控制的关卡在哪里？就微血管的充血状态决定在微血管前的括约肌，就是在那个小动脉的管壁上面，对不对？如果小动脉的状态是紧缩，那就可以减少血液进入微血管网。所以小动脉进入微血管网前的那个小动脉的管壁如果放松，那这时候就会比较多的血液进去。好，所以那个微血管前括约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可是这个是节流的方法，也还没有到称得上是产热的方式。所以另外一个产热的方式呢，就是增加肢体的活动量，因为你增加肢体的活动量的同时，势必要提高代谢率。那因为我们的身体内的化学反应都附带，常常就是会附带产生热，好，所以提高代谢率有一个好处，就是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增加，然后应该可以产生更多的这个化学反应的损失的热，那这个热刚好可以用来维持我们体温，甚至是增加这个体温，所以增加肢体活动的同时，势必要提高代谢率，所以这样的话就有机会让那个体温回复到这个正常。这个水准啊，所以上面有一个表格的部分的话，看一下，就是如果当天气炎热或者是体内的热过多的时候啊，通常皮肤的微血管会比较呈现扩张的状态，这个是有利于散热的。那排汗量的时候也增加，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呼吸的过程当中，我们呼出的气体其实会带有水汽，
那所以我们呼出的这个应该中间最明显嘛，对不对？对着玻璃擦一下，对不对？上面就有雾气啊，所以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也会带走一些热啊。那所以你看那个孔就最明显，有没有？那夏天很热的时候就一直在那边，因为它的散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舌头啊。好，然后在一般合理来说，夏天的时候你应该比较没有食欲啊，应该啊，但是。因为高三什么事情都不准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哦，就是这个压力症候群之下，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哦，就是天气在这造势。哦，只是你现在吃的是热的还是凉的这样子而已，完全不是。然后理论上那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哦，应该要降低代谢率，要不然会产生太多的热，对不对？那你降低代谢率的话，身体的那个活动量减少。哦，活动力也降低，哦，所以会比较慵懒一点点，哦，就像刚刚那个狗，哦，那事实上这个对高三也不适用，哦，因为这个整年一直都是懒散的样子，对啊，哦，好吧，你们赶快考完好了，会恢复正常一点，对啊，高三真的完全不像人，啊，所以接下来甲状腺刺激素，甲状腺刺激素是谁分泌的？我们以前讲过。它的另外一个翻译的名称叫做促甲状腺素，谁分泌的？这是脑垂腺，因为有挂着这个字眼，这是脑垂腺分泌用来刺激甲状腺。那应该还有印象，甲状腺是决定我们身体的代谢率的关键的激素嘛，对不对？所以如果现在促甲状腺素的分泌量减少，对于甲状腺的刺激就变弱，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就变少，对不对？所以对我们身体的细胞来说的话，就是会让那个代谢率调降，然后所以就不会产生不会因为化学反应速率太高而产生很多的这些热啊。好，那对，如果现在天气冷啊，或者是体内热量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OK， 节流的方法就是减少血液带到皮肤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可以减少那个散热的机会，然后排汗量会明显的减少，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这个产热的方法里面呢，当然你要提高代谢率，可是提高代谢率基本上你要有供应那个能量，所以通常冬天为什么会比较感觉啦比较想要吃东西啊，就这个吃的欲望会比较高啊，因为透过这样的方法的话，你吃了当下，然后马上呢可以提高血糖，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呢，细胞基本上氧化作用增加，所以就可以有很多的热的产生啊，所以吃东西的当下是这样的啊，那吃完负担就比较重一点啊。然后接下来呢，那合理来说，你应该要去运动运动会比较好一点啊。那如果你懒得运动运动，那你坐在这个地方啊，偶尔一阵冷风吹来啊，就会不自主的颤抖这样子。哦，看哪一种能够出来都会不自主的参与。OK， 所以体温的调节在这边。哦，那课本好像已经把那个有那个课本吗？课本好像把皮肤的那个剖面构造给删掉了。哦，啊，好歹这是你的皮肤，你也了解一下。哦，你的皮肤层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子。哦，OK， 所以有关散热的部分就到这边。那其他的动物的话呢？哦，他们的散热方法268页这边。好，哦，比如说。刚刚讲的狗啊，哦，为什么老是在伸舌头？因为这是它散热的策略啊，哦。然后大象的话呢，那个耳朵为什么那么大？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散热部位。所以你看，一般来讲，适合散热的部位，通常表面积都还蛮大的啊，哦。所以你去看鸟类的话呢，鸟类张开翅膀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有助于散热，对不对？那鲸豚啊，哦，鲸豚的胸鳍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关键的散热的部位。所以当血液进到那个胸鳍内的这个血管的时候，这地方又来一个逆流交换啊，哦，透过逆流交换这个方法呢，当水流通过的时候，可以尽快的带走热。好，那其他的就还 OK 了。这边有关体热，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嗯，
接下来有两个很重要的恒定的机制，一个是血糖，另外一个是血钙。先看血糖的部分，血糖的标准值呢，大概是90毫克左右，每100毫升。OK， 血糖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指标，就是我们透过血液携带养分供应细胞能量的来源，对不对？所以如果不考虑其他的问题的话，你在血液当中放很多的养分，就代表细胞有非常充足的养分供应。可是问题在于，我们身上那么多个系统在同时运作，你血液当中放了那么多的有机物，到时候到肾脏就会造成麻烦。你肾脏把养分先过滤出来，然后到时候又要再吸收回去，对不对？好，这个呢，如果你血液当中的有机物的养分浓度太高，你从过滤到再吸收，好，那一定会增加那个肾小管的负担。你看，所以我们上次谈那个有没有？血糖的临界点180，啊，那个是大约是肾小管再吸收能力的极限。你看，所以理论上是这样子，啊，血液当中的养分浓度基本上是越多越好。可是回过头来，当考虑到肾脏需要去过滤血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血液的有机物的浓度太高，然后导致肾脏的负担太沉重，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在。所以 一般来说，假设像这个时间点，如果你11点的时候没有偷吃零食的话，理论上你现在的血糖应该是降低到你有感受到饥饿，有没有？有没有感受到饥饿？10点多的时候，对不对？顺着它的箭头，有吧？好，所以通常随着血糖被消耗掉，所以血糖浓度降低呢，你应该就会感受到比较饿，然后没什么力气，没什么精神，这样子这是合理的，对不对？可是血糖降低的时候，你要赶快再去把那个血液的这些养分补足啊，所以这时候呢，当血糖降低的时候，可以去刺激胰岛。胰岛呢有三个主要类型的细胞，阿尔法细胞、贝塔细胞跟德尔塔细胞。德尔塔细胞我们以后到内分泌再补充。然后接下来先谈阿尔法跟贝塔细胞。其中呢，阿尔法细胞负责分泌升糖素，升糖素呢？可以去刺激肝细胞，将肝糖转变成为糖，所以让多糖分解变单糖，让这个单糖进入血液，所以这时候呢，就可以把血糖值给调回来。然后，所以养分不够的时候，我们身体通常有一些应该有一些储存量。好，那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肝糖是储存养分的形式，脂肪也是储存养分的形式。第一时间比较很快可以拿出来用的是肝糖。好，脂肪要用的话稍微慢一些些。好，所以你看那个右下角这个箭头，当血糖值偏低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大概10点半到11点这段期间最明显，你会觉得饿，基本上两个原因，第一血糖值下降，所以引发饥饿感，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所以那个什么你觉得饿了没饱了没那个有没有啊？那个下视丘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受到刺激的啊，所以引起动机，你觉得饿，所以准备开始找食物，准备开始找食物啊，所以要记得过了12点或12点半才吃，这是比较合理的。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会觉得饿的原因，是因为当初那个食物入胃的时候胃是被撑开，对，那胃里面的食物呢，起码可以停留1个半小时以上，对不对？如果是肉比较多的话，可能可以停留到3个小时以上，甚至于更久。所以你当初胃被撑开的时候呢，那个会造成一个饱足感。那等到那个胃内的食物变成酸性食糜，所以它就离开胃进入到12指肠，这样啊。所以它离开进入小肠这个过程会又缩回去。所以胃如果快速缩回去，像你吃那个面粉啊、淀粉类的食物就很明显，一下子就撑得很大，对不对？那离开的也快，所以很快的胃就缩回去啊，所以没多久你就饿了。有没有？所以为什么吃那个稀饭会那么快饿？但事实上这些养分都还在储存的当中，不是真的缺能量啊。好，所以接下来，万一你现在是在用餐的时候呢，用餐完一般
如果快一点的话，半个小时就有机会呢，让血糖值哦开始偏高。那血糖值偏高呢，会去刺激胰岛的刺激胰岛的贝塔细胞，让胰岛的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那胰岛素分泌出去之后，它对于一般细胞来说，它会促进一般的细胞吸收跟代谢葡萄糖。因为你总共两道手续，首先你要把它从血液当中拿出来用，对不对？然后再拿到细胞里面之后呢，如果现在细胞是需要能量的话，它会促进葡萄糖的氧化，也就是进入有氧呼吸。但这时候氧气应该要是充足的。好，所以这是对一般的细胞来说的话，它是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是对肝细胞来说的话呢，对肝细胞的刺激，它会引发另外一种反应，就是让葡萄糖可以转变成为肝糖储存。因为肝脏我们讲过，你以那个消化系统上面肝脏这个器官跟小肠的关系来说，小肠吸收了养分之后呢，水溶性的养分第一道的手续第一道的经过的路线是到哪里？透过肝门静脉到肝脏。所以是大部分的情况，肝脏比较不容易欠缺养分加上它自己本身就是储存养分的场所所以它对养分这件事情事实上问题不大所以反倒是它可以去帮忙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在一餐当中所摄取的养分，假设这样的养分是足以应付好几个小时，而你刚吃进来才吸收，那这么多的养分进入血液，你又不会马上用完，因为这是以好几个小时来看的所以这些短时间之内算是过剩的养分呢，就可以透过肝脏呢以肝糖的形式储存起来那这是合理范围里面。如果你现在呢脂质的比例摄取过高或经常性的肝糖的储存量偏高的情况之下，事实上这里还会有另外一个反应，就是促进脂肪的形成所以接下来等到葡萄糖被细胞利用掉或被储存起来之后，那慢慢的它的血糖值就可以去调回到比较稳定值所以这时候通常你早假设早餐吃完的话七点半吃完，大概过了八点之后血糖就开始上升，对不对？大概可以撑到十点左右都应该还是偏高值那十点之后开始往下掉好，所以这个是血糖的调节。基本上常态性的稳定因子主要是胰岛素跟升糖素，那这两个激素都是胰脏里面的胰岛这个位置的这个细胞群所分泌的。然后它还有分以前高二的时候应该是不用背，高三一定要背就是胰岛是贝塔细胞制造，然后呢升糖胰岛素是贝塔细胞分泌的，然后升糖素是阿法细胞分泌的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干脆背一背真的比较安全因为学测现在题目总难，那哪一天超出范围考试，你也无从掌握起这已经看起来是一个趋势了好，可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一些激素会影响到血糖？还有哪一些激素会影响到血糖？你要甲状腺素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率，你要提高代谢率，你要应该把细胞喂得比较饱一点，对不对？它才有养分可以利用所以像甲状腺素跟生长激素它们的作用过程应该也会影响到血糖的变化，可是因为这两个的调节时间都是拉得比较长一点，所以不是在短时间就会看到明显的血糖的起伏但它们会影响到那个血糖的变化所以如果要讲说更直接就是短时间就可以看到影响血糖效果的，像什么呢？这两个是比较长期但像那种胰岛素跟升糖素短时间就可以看到影响的那种还有谁呢？像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是肾上腺随时分泌的。那因为通常只要你的肢体活动量增加，让你的肢体爆发出潜能啊，那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肾上腺素。所以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让你的肌肉有那么多丰富的能量，然后拿来氧化掉，然后产生能量，提供肌肉收缩养分的来源。OK， 所以肾上腺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它可以帮你提高血糖，来应付这个肌肉活动量的增加。OK， 好，然后上次有提到一个，就是当长期压力的情况之下，啊，你血压会升高，所以还有一个激素也会影响，就是肾上腺。皮质素，然后肾上腺皮质素当中的主要的关键是那个葡萄糖，皮质素如果要直接讲的话，就是肾上腺它的表面的那些细胞所分泌的那个葡萄糖皮质素，或者是肾上腺髓质里面的那个部位的分泌的那个肾上腺素，其实都会影响到血糖的变化。那其中，比如葡萄糖皮质素，还可以再提到一件事情。以前我们在讲那个生物体三大有机物都可以提供能量，对不对？糖类、脂质、蛋白都可以提供能量。然后这三种有机物提供能量的顺序，通常看像肝糖就很明显。我们如果要开发那个短时间要开发那个能量来源的时候，有多糖先用多糖，所以。要使用能量的时候，糖类都列在优先顺序一。那万一糖类不足呢？这个替代的补充品会是脂质，所以脂质还算好用。那真的这前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最终的开发的这个能量的来源就会是蛋白质，所以这时候氧化氨基酸来当做能量来源。所以现在问题来了，那个脂质的组成，脂质的组成是什么？如果你用那个中性脂三酸甘油脂来看的话，你把那个三酸甘油脂拆开，它就变成是甘油跟脂肪酸。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到底要怎么用呢？这种东西基本上，如果你要让它切入到有氧呼吸，有氧呼吸不是有一个特氏循环，对不对？好，然后当初葡萄糖经过糖解，糖解产生丙酮酸。对，然后后来以乙烯辅酶 A 的形式进入特氏循环嘛。那我们以前有提到过，其实甘油比较简单，因为甘油只有三个碳，所以稍微简单整理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特氏循环。脂肪酸的话呢，有一个比较偷鸡的方式，就是因为脂肪酸，比如说假设16个碳，那你可以把它两个碱基刀，两个碱基刀，就可以有机会变成是那个乙烯辅酶 A 这样子。那这是一种利用的方法。可是如果现在是刻意要产生糖类呢？所以你可以不用经过糖的转换，你也可以拿去氧化。可是如果现在要调高血糖的话，他们也帮得上。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把甘油或脂肪酸转换成单糖。那谁可以去调节？不是催化哦，激素不是酵素哦。谁可以去调节这个化学反应的发生，让非糖类的有机物，还包括这个，把不是糖类的有机物转变成为糖类？其中关键的内分泌就是葡萄糖皮质素，它可以让这个化学反应可以进行，它不是酵素，它是诱导这个反应可以发生。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叫做糖脂的糖脂形成，不是糖类的有机物转换成糖类来做后续的利用。那如果你要直接让他们直接去走入氧化过程，比如说进入特氏循环，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有时候真的是要刻意去提高血糖的时候，你只好先把它转换成糖类。最后一个应该要恒定的是血钙，
血钙如果不稳定的话，我们可以谈几件事情。骨质疏松症就跟血钙的恒定 出问题有关系。好，然后如果你容易抽筋，事实上很有可能也是血钙出现问题。所以钙离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先谈钙离子的运用。第一个，从比较基本的，它身为细胞的组成的物质之一，它又是带正电，所以呢，它会参与细胞膜啊两侧的形成。这我们在神经细胞的时候还会再提到一次啊，因为一般我们谈神经细胞产生膜电位，常常都只提到钠跟钾这两个重要的阳离子。但事实上，这个第三名钙离子一样是很重要的。OK， 好，然后接下来，还记得那个钙离子参与什么反应？循环的时候，比如说凝血反应啊，有没有？有影响。好，然后接下来。它是讯息传递到激素的时候会提到，它是讯息传递过程当中啊，它可以当作讯息传递的一个组成分子啊，不是它不是这个分子化合物啦啊，就是这一份子这样子，所以可以完成整个讯息的传递路线，可以吗？好。然后，所以光是这个，再加上它还是我们身体构造的成分，像骨骼跟牙齿啊的硬骨质，这样 OK 哈。所以谈它的生理上的功能很重要，谈它是构造面也很重要。所以血钙基本上呢，就代表我们要稳定的供应血钙的浓度。那当血钙的浓度偏高，比如说因为现在伴随的食物，伴随食物呢，我们现在吸收的比较多的这个钙离子，好，所以我用跟讲义相同的方向。如果现在血钙浓度偏高的情况之下呢 ，OK， 调节血钙的两个关键的激素，一个是甲状腺。血钙的这个刺激的时候呢，它会分泌降钙素，这个名称上已经够白话了，所以它可以去调节血钙降低。那问题是，你降低的血钙，你把那些钙离子到底拿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有几个可以应用的方向是什么呢？比如说第一个，既然钙离子是骨质的成分，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掉，拿去强化骨质。好，这是一个方法。好，那如果还是有过剩的话呢？因为钙离子当初在肾脏会过滤，然后再吸收。那既然我现在血钙有过多的现象，所以我就减少肾小管的不要拿回来那么多，因为太多了嘛，对不对？所以再吸收的部分拿回来少一点，哦，就够用了。所以剩下的就放任它随着尿液出去，这样，所以这一下就很麻烦。就是万一因为你血钙持续性的太高，所以尿液当中钙离子浓度太高，然后万一它在那个尿液当中又遇到一些比较容易形成沉淀或结晶的一些硬离子的话，这时候就会造成麻烦。好，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如果现在是在吃东西的当下的话，那就是减少小肠对于钙离子的吸收。对，因为血钙已经过多了，那所以我不太需要再从食物当中大量吸收，所以这时候呢，就减缓小肠对于钙离子的吸收。那这样的话，血钙就有机会可以调降回来。
好，那所以如果现在血钙是偏低的话呢，血钙偏低会刺激副甲状腺素。副甲状腺总共四个小颗粒，埋在甲状腺的两侧各两颗，然后它会分泌副甲状腺素。这个激素的功能最难背，所以通常要背它，真的就干脆背一个东西，就是副甲状腺素跟降钙素对于血钙有拮抗作用。OK， 升糖素跟胰岛素也有拮抗作用，因为它们对血糖的调节方向是相反的，对不对？那副甲状腺素因为它名称上很难理解，它到底在调节什么东西啊、哦？所以你就记得，副甲状腺素跟甲状腺分泌的降钙素啊、哦、有拮抗。那因为这个降钙素名字上啊、哦、会告诉你。哦、它调节的对象是血钙、哦、这样你就会知道、哦、所以副甲状腺素拮抗跟降钙素拮抗，所以它就是提高血钙。所以你要提高血钙的话呢，这里有几个策略，一个是不太好的做法、哦、就是溶解骨质。把骨头的磷酸钙溶解，把那个钙离子拿出来用。哦、这偶尔做一下没关系，如果你经常性做呢，久而久之就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的。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可以促进啊、可以促进那个钙离子的这个再吸收。好，肾脏对钙离子的再吸收，那刺激肾脏的同时，还有一个很妙的是，它还会在同时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的这个产生。然后维生素 D 的话，基本上呢，它又会去促进肠道吸收。所以慢慢的，接下来这个血钙值就可以调回来。所以这地方会有比较麻烦的是，它在刺激肾脏的时候，一个是直接刺激肾脏对于钙离子的再吸收的比例提高，第二个是引导肾脏呢，然后活化维生素 D， 然后利用维生素 D 去刺激那个肠道。然后在摄食的过程当中，促进肠道吸收比较多的钙离子来用，啊，所以这样的话都可以增加血钙的这个浓度，啊，好，所以这是调节血钙的方法，然后所以在血糖跟血钙的恒定里面呢，就很明显都会有这个很重要的调节机制，啊，就是在内分泌或神经里面很常看到的拮抗作用，啊，有两个调节因子，它们调节的对象相同，但是引起的效应相反，啊，这是拮抗作用。好 ，OK， 那我们下一半就可以进入新的单元了。